你爸最近还好吗？都还顺利吧？都好啊。你去年一元没选上，好可惜啊，只差鸡排票而已。对啊。其实一般来讲啊，一元竞选连任都是稳上的啊。你是服务做得不够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地方上那些人啊，只要看到你出现，他就高兴，前因为面你平有常。关，我服务做得很好。那就是脾气的问题喽。我的脾气。再怎么说，先动手总是不应该的嘛，打人总是不对的啊。大姐，这不是打人那么简单的事情。你不在现场，你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干嘛那么激我动？没有办法接受你用打人来描述这件事，这个诠释非常粗暴。那我收回。我只是给你建议，干嘛那么强势啊？讲一句话就跳起来。我只是替你爸爸觉得很可惜，栽培了这么久，结果前功尽弃。谢谢指教。哦，迟到了哦。